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它要你求这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。我们就那个等除法，3780，再13230。首先我们可以抽出10来，这3781323。那这个有三的因数了。这是18嘛，加起来是8，那这多少？33，这是3嘛，所以它一定有3的因素，313、326、36是8，3是12，3是12，3一得3。再来的话它有什么嘞？这个9，这有9，所以有9的因素啊，6、7、8、9有9的因素啊，9一得9。九四三十六，九五四十五嘛，九四三十六，九九八十一，有七的因素，七二十四，七七四十九，这个就是它的最大公因数了。好吧，把它全部乘起来，这个是这个是吧？这个是三七二十一嘛，二十一乘以九。九二十八，189，再乘以十，所以1890，所以答案是1890。最大公因数是1890。